こんにちは、僕は日本から来た留学生です。今日はお友達と一緒に会員さんに行きます。 Let's go。 跟我们一起前往游客中心吧。那游客中心的营业时间为礼拜一到礼拜天的9点到下午5点。一进去就可以看到观音山的地形模型。那左手边它有三种语言的小册子，有英文、日文跟韩文的。如果不熟的话，可以来这里拿取。 在游客中心旁边有一间波波咖啡厅，他们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6点，然后他们的休假时间是礼拜一跟礼拜三。他们店里有可爱的猫咪，那我们这次点的东西是芒果冰淇淋，很好吃，冰淇淋的芒果味很重。那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这里试试看看哟。 观音山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，当时很多人从中国大陆迁移到台湾。这些移民带来了宗教信仰，并在观音山地区建立了寺庙。直進或右折，私たちは直進します。 观音山最著名的寺庙建立于1755年，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观音庙宇之一。白袍子的开发时间是4月到2月哦。来和我们一起欣赏观音山的景色吧。 清朝统治时期，观音山地区的宗教活动也持续兴盛，那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信徒。
很多新的宗教也在这一个时期建立很多新的建筑物。我们的休息时间，那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一起爬山，跟着朋友们一起爬山非常有趣，边聊天边爬山，感觉时间就过了好快。那很建议大家一起揪朋友来观音山运动，风景很美又不会太热。哇，可愛いちょ。观音山在现代仍然是个重要的宗教，那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朝圣者和游客，特别是在观音诞这种重要的节日里。回学校咯。答案公布，那我们这次来回总共花了511，我们四个人平分，一个人也只要130，很划算哦。给要搭计程车来的朋友们参考哦。抵达学校了。各位，拜拜。